韩国人气男团 Seventeen 呢日嚟到香港出席商场活动，为即将举行嘅演唱会造势，吸引咗过千名 fans 到场支持，场面相当之热闹啊！13位成员气势浩荡咁登场，仲以广东话同 fans 打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Seventeen 就预告呢次嘅香港站演唱会会特别为 fans 们献唱中文版嘅《Oh My》，佢哋仲即兴唱咗几句送俾大家添。听讲 Seventeen 最近就搬咗新宿舍，13个男仔到底系点样去分房嘅呢？其实我们每次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公平的，石头剪刀布。对，所以现在的房分配也是我们石头剪刀布。我们是靠运气来分房。咁你哋又最想同边位香港艺人合作啊？其实，就是可能比较了解我的粉丝会知道，小时候我有一部叫《野狼犬》的电影，有跟陈奕迅哥哥一起合作过。然后就是，我是想，不管是在音乐上面也好，还是在演技上面也好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还能合作的话，可能真的是我的荣幸了。对，所以希望有机会吧。